我们这个精酿啤酒吧是采用德国进口酿造设备，选择最名贵的麦芽、啤酒花等原料，由业内知名酿酒师全程手工酿造的高品质精酿啤酒。黑马750 APP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黑乐士精酿啤酒吧的发起人王源。因为我们对于德国历史悠久的现场精酿啤酒吧印象非常深刻，他们那种丰富的口感和现场的氛围都是工业罐装酒吧所不能比拟的。另外呢，我们也发现了国外消费者对于啤酒消费层次非常丰富，国外的啤酒可以从1欧元卖到20欧元不等。我们这里最有特点的应该是我们可以为客人提供私人定制服务和精酿 DIY 服务。所谓的私人定制服务，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客人不同的需求提供，比如说生日、节日聚会等、婚礼等等这种不同的需求，提供个性化包装服务。所谓的精酿 DIY 服务是指客人可以在我们的专业酿酒师的指导下，由选料到出酒全程酿造自己喜欢口味的啤酒。因为我们这边可以根据客人不同层次的需求为客人提供最精致的服务，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参加我们线上的众筹活动。我们的 slogan 就是在天津你可以品味德国。